今天吃个螺蛳粉，里面有六包料一包粉，下锅煮它个十几分钟，拿出法海的碗，这一包的量好多，倒入骨头汤，我是一个狠人，倒入木耳萝卜丁酸豆角，这个是灵魂哦，这是我的最爱腐竹花生米，无辣不欢的辣椒油，放个公鸡下的蛋，来点小青菜，简直太香了，一起做粉吧姐妹们。